来一半。然后这一年也发生很多开心难过的事情，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这样积极。然后就是前阵子可能我出了些状况，然后让大家担心的就是，就像你王说的，就是每个人都值得被爱。一个人，每一个人。谢谢大家，就是、欸、你们年底就会看到完整的那个专辑出来。其实我很怕讲讲都不出来，所以我知道票。